更重要啊！我又看到那个临近的医生啊，临近的医生啊，又开始做那个手术啊，把那个原来刺到人体的那个刺到人体里的那个光啊，因为失去能量了以后，就像一个剑一样啊，光啊，一个一个把它拿走，把它拿走。把它拿走，把它拿走，因为那个，地球啊，有引力啊，有引力啊，有重力啊，有重力和引力啊，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啊，那个，相当于，长桌上面一捆，那个很多的剑，捆在那边啊，是那个长桌都往下拉，拉的变位了啊，变。位置变掉了变掉了，现在把那些把那些下水的剑把它拔出去，把它拔出去，把它拔出去一个啊，拔出去一个啊，让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，让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，要把剑把它一个一个拔掉啊，零件这么多，积压了很多很多啊，把它拔掉啊，拔掉，嗯。把它拔掉啊，然后让它恢复到，原来位置上去啊，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啊，让恢复到原来位置上去，是这么个情况，让恢复到原来位置上去啊，也就是说剑压的刺在肠道上太多了啊，往下拉啊，现在把它拔掉，把它拔掉以后，让它恢复到原位上去啊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好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